拉布最快外檔粉藍帽咧就金生麗水啦，裏邊內檔紅色帽就大合金，中間黃色帽咧都係見到係福艾達嚟嘅。好啦，跑咗半路程啦，前面最快裏邊內檔上翻嚟大合金啦，開邊外檔金生麗水，中間夾住福艾達，仲有百零米到終點啦，越衝越勁就裏邊內檔嘅大合金。大合金贏呢組彈集跑，第二名外檔就係金生麗水，中間第三名咧就係見到福艾達，三隻馬入曬鏡頭啊！咁啊，里边落档数出去啦，红色帽得就系大合金，甩咗冇粒啊，咁啊黄色帽嗰匹咧就系福艾达，开边外档粉蓝帽就系金生丽水。